妈，他爸是谁？你不让我说。人来了没有啊？两分钟，两分钟。我不让你说，你现在台上怎么说的？三号、四号往前推。高哥他爸是谁？罗大佑。一个卖羊肉串的小哥自称是罗大佑的儿子，这一消息迅速登上热搜头条。我决定带着我妈去深圳，当面对质。你妈妈是个很不安分的人。站住！站住！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心。我要两个记录帽。回到宿舍，唯一的乐趣就是听听流行音乐。这谁的歌？这都没听过，罗大佑啊。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，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。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。离婚要等谁的？等好几天了。12714523515我的呼机号，你想要找我呢就直接呼我。我要去找他。哎哎，放下我。罗大佑欠我一个父亲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阿姨，咱们没走错吧？就在前面，就在前面。秘密只有我一个人知道。别走，他们公司不喜欢你的新歌，那是他们的损失。你别在这捣乱，你生气了你。原来这就是我妈在罗曼史，她也曾经那么灿烂过。我倒是记得有一个人，应该知道高贝和你爸的事。谁啊？刘德华。